老汪大哥合照，也谢谢我们刘业立委服务处的秘书刘秋雄刘秘书来到现场，另外来到会场的还有我们桃园市议员吴嘉和吴益作，欢迎议员。我们再一次补充，还有包括了来到现场的有洪东里里长、张永龙张里长、钱龙东里长、陈家峰陈里长、任美里长、洪文吉洪里长，欢迎。我们接下来现场的朋友，先来热情掌声欢迎我们。27年前，自己一个人这样慢慢做，慢慢做，一路这样到现在27年了。来到会场的还有很多女兵，很多贵宾，我们要补充介绍。代表最关心我们的桃园市大家长郑文正市长，代表市长来到现场的是桃园市府团队、桃园市政府的秘书长黄志芳，黄秘书长，谢谢秘书长。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大会主席来介绍来到现场很多的贵宾，说一下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陈胜陈委员，欢迎，以及我们桃园市议员梁维昭议座的服务处副主任张旭美张副主任，好啊，我们桃园市议员陈美美陈议座，陈美美议员在这里，好，李委员，大家都在跟李委员打招呼，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李委员先到台上来跟我们说个话？我在过程中我也看到了桃园市议员黄俊平黄议座来到现场，欢迎议员，谢谢。好，我们先来热情掌声欢迎我们最关心地方的立法委员吕立伟，我要支持，掌声鼓励。非常谢谢今天的主办单位，还有我们的张老旺张北北，跟在场所有各级的民意代表，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我们所有的大朋友，跟今天好多好多的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110年10月10日是我们10月10日的国庆日，生日快乐，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乡亲，大家齐聚一堂的，要为我们中华民国来庆生。在所有的地方，国旗最多的就是在我们张老旺北北这个云南的文化公园，有大家热情的参与，才有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起的升旗典礼，所以非常感谢，更加的感动。我是非常热爱青天白日满地红，我爱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委员，谢谢立委。接下来在我们媒体拍照的过程中，我们要再次欢迎，那也是今天我这个司仪的疏漏，今天很荣幸的继去年之后连续第二年在现场为大家服务，我是广播主持人小树，非常的开心在国旗屋前的国庆升旗典礼跟大家见面。而在媒体拍照过程中，我们接下来从刚才比较早到的李立伟委员之后，我们要欢迎的就是代表我们桃园市大家长郑文灿市长来到现场，我们桃园市政府的执政团队，我们的秘书长是不是在台上跟大家讲个话好吗？请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桃园市政府秘书长黄志芳黄秘书长，掌声鼓励。好，国旗屋的主人家哈，张老啊，张老哥，
以及今天那个打歌协会的张学初张理事长，还有在座有很多贵宾，包括中央的吕玉玲吕立伟，还有陈万德陈议员，还有黄进平黄议员，吴家和吴议员，还有很多了还有个执意里长那还有看到淑妹里长，还有尹黄里长还有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0年的国庆我们要祝我们中华民国110岁生日快乐。那很高兴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在这一片净土上我们享受着自由民主的气息在现在这动荡的时代更是值得大家来珍惜那桃园市升格6年多以来，在郑市长的带领之下还有中央几位立委的支持，还有议会的协助，桃园市现在是进步和成长最快最多的城市。我们每年有4万多人的人口成长数那现在我们桃园过去一年要跟各位报告，我们面对的是百年的大旱，也许在桃园的民众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但是我们为了抗旱桃园石门水库曾经水量降到只有7.9%，我们就这样子走过来了今天也不缺水了。那我们也遇到百年来的大疫情这个疫情从去年的布桃事件到今年相关的爆发每天确诊数从500-600人到现在已经归零了，偶尔一个而已。现在全世界确诊的人数每天都还大概60万人所以台湾这块美好的土地大家要好好的珍惜那不管是抗旱抗疫振兴都是我们政府的责任。那在现在我们已经推出了15000张的好事券那我们国家推动那个5倍券以后，我们接下来还要再推出23.1万张的好事成双券就是要带动这个商圈的发展和市场的活络振兴经济那最后还是要祝福今天来所有来这现场的各位贵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希望我们张老爹办的这个那个国旗屋升旗典礼他跟我说以前最早一次是3个人，然后现在到那么多人希望接下来27年在我们这一块美好的土地上能每年都继续的举办。好，祝福大家，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桃园市政府秘书长黄志峰，黄秘书长代表我们的市长周文山市长来到会场，再次给我们秘书长掌声鼓励好吗？谢谢。